这个是我们的整个的话呢，同济中医馆的一个候诊室和候诊的地方来的。这边呢，就是问诊的、诊断的这个 office。哎，这边一间，这都是好像。那是治疗室，治疗的，来，一共有十间房，来，一次可以接待十个人，嗯，就是这样，好。